好，我们收到是两磅装的这个啊，两磅装，两磅装的这个五花肉。好，那五花肉其实我觉得这个我们用过很多次，我们煮了很多次。对，那这个啊，叶老板是极力推荐的，因为他说这个质量是非常好，做红烧肉是特别棒的。你看，大家都已经大概真的好像是啊，已经切好块，切好了 ，OK， 非常的方方。它这个是真的很值得买啊，所以呢。啊，今天我们是限购三，因为它太受欢迎了啊。对，没错，肯定要多点买啊，囤多一点。年末了， okay, 大家做菜一定会用到的红烧肉啊。对，这个大菜。OK， 非常好。五花肉呢，也跟大家再啊温故而知新一下，它属于猪的这个腹部啊，肥瘦相间，肥肉呢遇热即化，瘦肉呢久煮不柴啊，看似肥，但实际上呢是爽滑不油腻。Okay. 我们啊著名的。词人苏东坡就是用这个五花肉做成了这个传世千载、千秋万世的叫东坡肉啊，也是这个五花肉做出来的。杭州名菜 okay,、啊、对，那五花肉呢啊，已经我们今天切成这个粒状 ，OK，、嗯、大小很适中，对，这个 OK， 方方正正吃起来非常棒。做红烧肉真的要老啊 ，OK， 棒。而且呢，它无需改刀了，现在解冻以后立刻可以啊。烹调、okay. 红烧、酱卤、炖菜，样样皆宜、嗯。五花肉呢，富含这个蛋白质、维生素，还有营养，特别丰富啊。我们说一说菜单里面这个评价有好的，这五花肉做成红烧肉真的很棒，对吧？大家都喜欢。没错，红烧肉在红烧肉也是第一时间想到的。南方北方做法也不同，哎、所以真的不同地方的五花红烧肉都是那么好吃。啊、OK， 没错。而且有朋友说大小合适，非常方便。对，急冻多汁鸭胸肉。一包是0.5到0.6磅，8到10盎司。OK， 这个带皮去骨的鸭胸肉呢，是鲜嫩可口，所含的这个维生素 B 跟维生素 E 呢，比其他肉类是多很多的。鸭胸，对，鸭胸这个是超级好吃，这个我们以前煮过。OK，、嗯、好，具有呢这个养胃补肾、okay. 滋补消肿、化痰止渴啊，治疗这个痢疾等。好棒！其实它其实也是一种很好的药食药材的，对药啊，就是用来食药啊，药食疗的这种食疗的这种啊，很好的食材。嗯、OK， 非常好。而且呢，这个听清楚了，对女生来说很重要啊，哎、还能抗衰。衰老，哎，啊，有效抵抗神经炎和多种的炎症， okay. 而且有养胃补肾的功效。对 ，OK， 那五花肉呢？你就经常做了，但过年的话。用五花肉做一道过年菜的话，红烧一定必备。有什么？除了这个，还有北方就红烧嘛，南方你可以做些什么腩五肉啊？哦，腩鱼焖猪油，对啊，腩鱼、腐鱼都可以。哦，腐乳，哎、啊欸，我没听过腐乳，有的，这有吗？怎么做呢？腐乳好像是那个哪个地方焖也可以，蒸也可以。哦，但腩乳来蒸，对，腩乳，腩乳我们听过，腩乳是很经常，腩乳有，对，腩乳有，对，但是腐乳真是第一次听。有，不过腐乳切片，这个。要先把那个腐乳先切片，不那个猪肉五花肉，五花肉切片，然后配哦，因为它这个口感，可以，这个我真没吃过哎，那你就吃的少嘛，就是。哎呀，这个真的是吃的少啊，只有叶老板才对吧？叶老板才知道的东西。没错 ，OK， 那鸭胸肉这个我知道你是很有经验做这个鸭胸肉，西餐就切嘛，中餐的话就是煲仔饭嘛。煲仔饭，喂，鸭油煲仔饭，鸭油哦，先煎完之后，天气冷对吧？对，哦、可以的。然后呢，这个拿点那个酱油、蚝油跟糖做个酱，但是呢，把煎完之后把鸭油收集起来，放在那个米里面去煮煲仔饭，哦，再把鸭肉铺在上面，对不对？哦，其实用电饭煲也可以做，电饭煲也可以，但火气好点就是用砂锅嘛。哎，砂锅的煲仔饭是最正宗的，对吧？很多做法了，这个又学到了。因为西餐我们不要浪费这个油，不要浪费这个油，这个鸭油。是很特别香，特别香，特别香。哦、OK， 学到了，学到了。今天这个急冻欧洲海鲈鱼，好好推荐一包呢是16盎司，大概3到4片一包、嗯，这是我们拿出来的。哎，好嫩的、哦、这个，你看这很方便，就是急冻包装，我们就有三片。对，三片。OK， 好，很棒。OK， 好。那么我要到跟大家重点推荐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欧洲的海鲈鱼呢、嗯，又叫做地中海的鲈鱼。地中海，看到地中 European 啊 ，European。欧洲的东西都是啊比较高端的，哎、欧洲货的卖皮。皮
皮带啊，那斗皮带，就是袋子啊，女性都很喜欢的包包，都是很贵的包包。所以呢，他们的鱼也很优秀。OK， 好了，那么这个地中海鲈鱼呢，多养殖在环境跟天气稳定又良好的地中海当中，所以呢，它的肉质会比一般的鲈鱼要紧致跟美鲜美的，鱼刺会更少，大家看不到有刺的。基本上没有哈。对对，这个。我觉得原闻那种啊鱼的清香味，我们这个产品呢特别棒，因为已经去掉主骨，去了鳞啊，也没有内脏、头尾等等，解冻以后呢直接烹调就可以了。方便。最经典的做法就是香煎欧洲海鲈鱼片，而且我们这个我们这个包装也是特别的精美，大家看到了 ，OK？ 这包装特别精美，除了外层包装，也为每块鱼片呢都是有这个独立的这个真空包装啊，方便储存，一包有3到4片，分量刚刚好。这一个片就够我们一个人到两个人吃，一个人两个人吃刚刚好，食用一道菜。而且呢，这个产品我们是新鲜的海鲈鱼，没有加腌料，大家可以加按照自己的口味去进行调味调配啊，比如说香煎啊、清蒸啊、红烧都可以，不同的做法。OK， 在我们说一下我们的顾客的反馈，好，他的评价这样的，一包有4片。质量新鲜，没有腥味，肉质 Q 弹，喜欢。好棒。另外有朋友说很好吃，果断回购2包。你会怎样去烹调一款的这个欧洲的这个海鲈鱼呢？那它这已经是香煎的哈，但你的话，你会用怎么做法呢？西餐的话，就是主要是看你的那个 sauce。sauce。对对对，那就鲈鱼的话，其实本身它也很容易做，而且它的蛋白质就也不是那个。不需要太多的调味，它本身也味道很好。那你可以做的是，你 maybe 你可以去加一个白酱，白酱，白酱。你如果就这么煎也可以，那就是这个黑椒加柠檬汁。黑椒加柠檬汁，对，这最简单的，我家里都有。对对，然后一般都是鲈鱼都是这个配那个什么芦笋嘛。OK， 芦笋配酸酱，然后再加一个鲈鱼的粉类，对吧？鲈鱼粉类。对啊，对对。那如果你讲究一点的话，你想又在那个，你可以尝试用这个手艺，就是那个慢煮手艺。OK， 对，因为鱼的这种能吃点，它不一定需要达到100度摄氏度，一般70-80度的时候它就已经全熟了，鳍鱼没掉了。OK， 那个时候呢，其实。你要是嫩的话呢，就是那个时候。我觉得我看上去这个质量的话，真的很你，我觉得很嫩，那个油鱼的那个质量。对，这个就是煎跟烤的很好。对啊，稍微开几刀，然后留一点那个上面调味进去的，或者就是留一点那个闻它收缩的时候不会把整个鱼卷起来。OK， 然后就可以处理了，这个很方便。这个要记得要煎的时候要。对，改几刀，因为鱼皮会收缩的，所以要让它有个这个对收缩的那个空间在里面。